不好意思，老板，你们从我这爱心的都出来，走，等一下，哎，开，好，等等，你要给别人，你有病，哎，你，哎哎，林科仪，我不是不让他进来吗？哎哎，你现在在干嘛？给我把电话挂了。哎哎哎，等一下，哎，那个大哥，不好意思，你就把那麻辣吃掉啊，我等下怎么样？拜拜拜拜。哎，你干嘛？干嘛进来这么生气啊？而且你干嘛？就不要生气嘛。气是魔鬼留地气。啊，好，我不生气，那你给我点气。不要。这个是什么东西？我不是说不可以讲吗？你怎么会出卖我啊？我叫你解释清楚，你再给我解释清楚，别在那边吃垮了。你这样啊？你为什么要出卖我？奇怪。这不是我自己要看的，都是他拿给我看的，都是他，都是他。不是啊，夫人，我是觉得很重要才告诉你的，怎么现在怪到我头上了？明明就是你要看的吧，看吧。不要在那边给我转移话题。我不知道，我也是为你好。我好什么好？为我好哎！我就我。私奔啊！